上毒的。我招的那个怪物，它能上毒物。毒物。上面那不是时间吗？哎，给我们给我定住了！你给我定住了，刚才。上面不是时间，那是那个血量。怪物的血量。嗯，你那个灵体的血量，它没有时间，只要自己血量没，它就死了。哦。我血量特别少。怪我明显厉害。亮个点儿，你好。嗯。可以随时都召唤一个人。Of all places, I have been...
圣诞老人。遗物，传说，咱稀有的是金的，遗物是橙的，这是红的。嗯，把现在别说那个遗物的，就别说传说都很少。对啊，怎么弄来着？附魔还是升级来了？忘了。这已经满了呀，还用说？你得弄金的才能变成金的。哦，我知道了，要红的。
怎么变成那个遗物那东西了？红的。嗯。你得拿个那个附魔的那个红色的石头，才能给它附魔成红的。我就看到了，是吧？嗯，金的那个附魔，金的那附魔金的不是还是金的吗？嗯。那有什么区别啊？那个边不一样，边的数量、颜色不一样。哦。将不可交易道具变为可交易。什么意思？不知道。红色的哦，红色的这样。永远上升一，火焰抵抗力永远上升一，可获得该箱子中的一个内容。升级附魔了吧？嗯。传说混沌升级时，我传说能给把弓升成传说的，就是那个升级成传说的东西。先不用。规则你都不懂，那人家都是为了集齐那个东西，你玩命在玩。瞎点那个，你说说你，人家为了升级技能，你在那块玩命那个说功能。那、no, 我该往哪儿去啊？爱往哪儿去吧。套吧，这里怎么会有林？那
看有没有人。完事儿，咱们都卡那儿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射。好了。
不行，你把它卖了。我就是不听。我要搁里头卖了你。嗯，那怎么了？好多人花钱买的，然后直接给卖了。没卖，开心就。I never thought I'd be so happy to snurse this. Please.对老鼠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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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新的打完金的又升级了干嘛呀你这手他哪儿呀我说从这个路怎么打出来了我们再搞路线现在不是看着金的吗他一出这种普通的没准他会掉那个装备那特别厉害的怪物就特别往后面打的像什么亡灵啊你看那个大梦之类的打的看起来动画不就是一个人那个食物照顾打的亡灵吗
别捡起来。The people of Tron regarded Bellatus as the cursed lands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is belief was due to the strange and unconfirmed stories of Bellatus that scared the people of Tron. These stories usually spoke of people coming back from the dead of Bellatus.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stories that link serpents, the 13th primal being, the evil god, as well. This is mainly suspected to be due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Radonimo pagans. Oh.暗河不叫地河啊，地底的河呀，地河。对，暗河。被什么盗墓王什么玩意儿发现？我被他发现了。
王，就是那个金色那个小桃啊。嗯，到国王上带木来的。一点儿。你看看你要去哪？啊。绕过去，抄他老家去。加点儿了啊，乐啥？我妈学我。是这样的，我的哥。炸的，我当是蹦的。没有，你一箭给他打飞了，炸你后头去了，直接。啊，还旋转着，你还得一只腿，真热闹。这个是临时停机吗？没有，我使了右键。就是位置。往那方向，它只能离那么远。对，我也买这个。这是送的吧？啊，送的。保命神技呀，这。我选的也是碎银。这是逃命神技。刚开始，然后呢，那个刚开始你其实不应该学射箭的那东西，学到以后给射箭的。为什么不该？有给啊，那个我刚学完那个幻影和那个
个东西，我先想我没有射箭，就是买射箭东西，但没有射箭功能，然后再去一个箭农往上给压东西。没有了，就五千，然后他这个东西应该能使那个升级吧？什么东西？我忘了技能应该是能升级了。你看你去哪？就是这个方向。他去哪里看呀？哎，这不来过这儿吗？刚开始录，我刚才忘录了。有些怪物自爆的子弹之后会自爆，爆炸这种火。我要追踪一些小怪物。箭头在哪儿？换种方式问你，你就会接箭头了。那一直站那儿也不过的，站那儿犯傻呢。他们老大都挂了，他还不动呢。被盗墓王发现，又被发现了。打扫了一下盗墓王，又每次一说盗墓王，都有一个小偷。把那烧死了，哎。
啥？我怎么觉得我在这转圈啊？飘过来了，阿飘啊，阿飘，阿斯，阿神，阿飘，还有一个玩儿最好的人，那个麦克尔的人叫做阿神。射箭多好，射箭能在远处嘟嘟他们。
血呢。什么鬼？什么呀？突然跑出来了。梗吗？这些梗啊。也是一件的事儿。看着很壮，没想到这一下。我觉得肯定不对，他让我去一层去。都已经二十了，但是他是农民的指引你啊。我去，你是跟着箭头走吗？有人给你来，我错了。箭头说跟着我没错，就是农民的指引。我那哥们跟谁那较劲呢？前面肯定有人啊。箭头让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掉血了，为什么呀？不知道啊。厉害，这边的话绕着呢。又一玩意儿飞过去了，飞出去了，反正就是鸡腿，又把炸飞的腿，炸飞的头，炸飞的器官，这边一个勺子。飞过了那个晴朗的天空，什么呀？肠子杆飞过了晴朗的天空，化作一道红色的云。二层绕到一层，看，告诉你吧，下一层了吧？就得把这个来回来去的打。从这头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对，这不就是一层吗？螺旋是上升下降，知道吗？相信建筑。你别看这一层打的挺厉害。还能 PK， 土队一块打不是任务，一个时间两个人摆好吗？你看你灯下载不了，太死人活了吗？我看死人躺地上的人一下就起来了，跟你们打跟我一起打啊，这打我一起打你，这给你我从自己打你，差点挂了。怎么了？掉了一个金块堆。金块堆是啥？金块。
啊。感谢你随时的提醒我。往哪边走啊？Thank you.
最喜欢这种地形了。谁死叫一声？盗墓王。你以为盗墓王反正最痛了吧？我就攒着大招呢，直接被盗墓王发现，光蹦击一下一剑。还没扛着个大裤子，还没到身边呢，直接被射死。裤子现在都没使了呀。这城堡也没那么厉害。与倒下的警卫队员对话，倒下的我怎么对话？啊？完了？你死了？他就说一啊。人逗人玩儿呢，说。再对话，再对话。说命令。说话了，说话了。再对话。倒下的。这是什么？